可风行飘，生人勿近。可风行飘，生人勿近。哎，站上来！可风行飘，这什么呀？还可风飘局？掌柜的，出来验镖。辛苦了您嘞。真是不错，没想到彪行天下，善善如。拿着，行行行，搬进去。这验镖局开的等级30把，没出过什么差。没错，是泽林星第一镖局啊。要我说，这次护送黄员外家挖出来的宝物，恐怕也非他们莫属啊。神器。刘公子恭维。哎，听说刘公子和秦总要他的宝贝女儿已经订了婚约了，倒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儿。来哎呦我去，我的酒啊！哎呦，我的腿啊！你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我说你长这样大眼，你是冒气儿用啊？不能可风飘急，生人勿近啊！别，舅舅这还行镖啊？不就是个毛本粗货吗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人家那才是行镖。就你，就你还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给我装是吧？啊，可风兄弟，不错吧？如今能够自食其力了，想必义父他老人知道了，也会非常高兴。我们大伙儿呢，也都放心了。这位兄弟，今天这事儿啊，我代我兄弟给你赔不是。一大人有大量，卖出有人一个面子。这个呢，是我镇远镖局专治跌打损伤的药酒，还请你收下，请你。多谢多谢刘总镖头，你看看人家。你给我回来。哎，我说姓刘的啊，怎么哪片云彩有雨，你就往哪钻呢？啊？这。你们看我这么瘦好看吗？小姐什么样，刘公子都喜欢。卢大人，黄员外，此趟镖镇远镖局，恐怕难以胜任。秦总镖头，黄员外乃是当今尚书梁大人的内弟，我想你自是知晓。此次押送于私，乃黄员外家中头等大事。于公上面已有书信于我，并反复叮嘱要确保万无一失，下官自是竭尽全力。我与员外多番商议，此等重任非你镇远镖局不可。是啊，这秦总镖头，以镇远在江湖上的威望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这下你可放心了。停！禀报总镖头，西南鄂州行镖已毕，人获两岸。玄儿，你来，见过卢知县，
见过黄员外。在下刘洛轩，见过卢大人，见过黄员外。好一个君子正义剑啊！刘公子青年才俊，真是拔尖的人物。过奖了。秦兄，在下有个请求。大人请吩咐。此行若有刘公子前往，一定可以万无一失，还请秦兄让刘公子一同前往护镖才好。这是自然，玄儿他定当尽力。员外如何？这下你该更放心了吧？放心，放心了。大哥，消息万无一失，秦老头亲自走镖，咱可不能错失良机呀。姓黄的把麒麟胆交给了镇远镖局，这可是个硬茬啊。哼，秦老头岁数可不小了，已有数年未走镖，咱还怕他不成？要我说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跟我三思。此次西南行镖，山高路远，且多匪患，一路辛苦。这些年你为镖局鞍前马后，也不枉我们父子一场。我没有看错人。多谢义父栽培。洛轩哥，婉彤妹妹，你回来怎么都不来找我呀？啊，还没来得及呢。婉彤妹妹，多日不见，越发的亭亭玉立了。洛轩哥，嫌烦你走的时候就没告诉过我。哼，多大的人了还这么鲁莽，不要求你像王府的小姐，但起码要有个女孩家的样子吧。爹爹，大家闺秀有什么好啊，风吹一吹，吹一吹就倒了，哪像爹爹的女儿呢，静若处子，动如秃兔。哎，可惜啊，爹爹就是不要我出门。不如这样吧，爹爹，改日洛轩哥出镖的时候带上我一个吧。不可。哼，婉彤妹妹，我知道你一向不太喜爱胭脂水粉之类的俗物，这个小物件你收下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谢谢洛轩哥，我喜欢。懂不懂规矩？先下注。算了，今天不玩。不玩了，来人！这金乐坊岂是你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？别动！行行行，再来！来！杀住！来！就这一把了。这位经理，孤注一掷，你可想好？你谁呀、啊？我输不输钱，你给我钱。恐怕我还真没有。那你就甭废话，就差这一把。下注！哎，给您商量个事儿吧。您看，您让我做回庄行吗？哼，虽说咱们都知道你是那镇远镖局秦老头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但你小子的点儿在这儿谁不知道？这桌面上有几百两银子，就凭你也别坐庄。姓金的，你还别瞧不起人，我今天告诉你，输了小爷我定把银子给你补上，就看你敢不敢让我玩这一把。好，你有种来。哎呀，
三爷，敢在老子地盘出现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你躲开！小子，今儿你恐怕得留个东西在这儿了。三爷，要不这样，我把我家的传家宝赔给你不行吗？你肯定喜欢。传家宝？好了，别追了。他弄伤了我的眼睛，就这么算了？留着他，我自有用处。嘿，哈，嘿，嘿，哈，嚯，嘿，嘿，嘿，都打起精神！嘿，练功好是你的鼻子，现在你不下功夫，日后砸的是镖局的招牌，丢的是你们自己的小命。师父，那贼人有这么厉害吗？你懂个屁啊！武林道士把脑袋别裤腰带上，先别管贼人功夫如何，先把你们自己的筋骨给我练结实了。师父，您难道兴致高，给我们露两手呗？好，收。咱们紫阳八卦掌看似他们招数大开大合，其中的精髓是掌上的后劲儿，记住了吗？啊，来个顺手的。什么人？白杨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哟，这不是金爷吗？好久不见，金爷，给您请个安。哎，我说金爷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找我上来不是找我喝酒吗？啊，臭小子，你少嬉皮笑脸的，现在是在我们金钱帮的聚义厅。人不大，记性也不怎么好。你输钱欠我的银子和出钱欠我的规矩，该怎么算呢？您看您弟弟这点事儿你还记得？您不会请我上山就为了这点小事儿？您有话您直说。我送你笔富贵，你要不要啊？富贵？你是镇远镖局秦振威的近人吗？对对啊。
是他姑爷。呸！就你，这紫林县谁不知道秦老头的闺女早就许给刘若轩那小子了？听说下个月就办事儿，喜酒喜宴都备下了，来年再给秦老头添个大胖孙子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做你的白日梦吧。去去去去，你们懂个屁！刘若轩那小子面俏心尖，他就会勾引小姑娘，再加上那秦老爷子越老越糊涂，我还不稀罕。有骨气。老弟啊，如果我要劫他，你是帮我还是帮他？来，老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如果你帮我，金银财宝自然少不了。倘若你帮他，这儿也会有你的位置。劫财我可以帮，但伤害我秦叔的事 我可不敢。哎，兄弟，今夜我向来都是劫富济贫，我只要财不要别的。此事我已传出风声，我料定必会有人动手，你要先下手为强，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于你，定有百两黄金送上。但若不成，师爷，你我虽然合作多次，就休怪老夫翻脸无情。不知黄员外以为哪日出镖合适啊？秦兄啊，此次押镖实属非同一般呐、啊！我和卢知县商量，启程一定要选一个吉日良辰呐、啊。另外啊，这镖师也一定要八字相合，镖队的人数也有定数，这样我会亲自找人推算。好，但凭黄员外吩咐。不知此处放东西是否安全呢？哎，黄员外尽管放心，我这镇远镖局可算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，莫说是几个毛贼，就算是一只飞鸟。哎，他奶奶的，腿儿都给我跑折了。秦叔，我回来了啊，你们聊。这一个亲戚，看到了吗？都是你侄子惹的祸，差点把这一单生意给放走了。妇人之见，何峰也有半年多没回来了吧？大柱，你别再动您的菩萨心肠了，他上次在咱们家白吃白住两个多月都干什么了？你们俩难道都忘了？夫人呐、啊，可峰他爹与我是生死之交，这你不是不知道，镇远镖局可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好了，老爷，你现在要想的是如何把这个瘟神赶紧送走，等出完这单啊，就赶紧把洛轩和童儿的婚事办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怎么着，你不好意思说，我去说去。哎，哟，贤侄啊，多日未见，在哪儿发财呀？嗨，我能发什么财呀？钱窟窿里打滚呗。可峰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老爷，人家可峰可是赚大钱的人，哪有时间听你闲扯呀？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和婉彤妹妹成亲。哦，那是你爹在世时和老爷开玩笑说的玩笑话。关键是你爹现在不是不在了吗？哦，不在了。那他是怎么就不在了？指腹为婚确有此事，不过我们还是从长计议。爹，把我杀了他，你们再从长计议吧。你童儿，
婉彤，婉彤妹妹，还是这么调皮呀、啊？少废话，想娶我，先问我的剑童同意。哎，婉彤，爹啊，放下！既然你这么放下，这样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咱俩比武，你要赢了我，我立马滚蛋；要是我赢了你，那咱俩就按照约定和我成亲，怎么样？啊，那我就看看你这个瘟神，要是赢了我，我就任凭你处置。胡闹！刀枪无眼，岂可儿戏？哎，老岳丈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伤到婉彤妹妹的。待我选把武器再说。来吧，婉彤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让你，今天你别怪我无情。啊，放马过来吧。不要脸，娘子，回家等着我啊！岳父岳母，你受小心愉快。义父，这次太过无礼，简直就是无耻。来，大人，上帝账目已记清，请大人过目。谁呀、啊？童儿，你这么晚来到底什么事啊？我看爹爹匆匆忙忙神神秘秘的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这你妈的，还有三天就出标了，爹爹我得考虑的周全些。爹，这次您为什么又不许我跟标？此行凶险，你去爹不放心。出标哪有没有风险的时候？但这一次不同。但这次非同寻常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更知道我是这镇远镖局的少当家，这走镖护送的事也是我分内的事。我总不能知道前途凶险，却自己端坐在家中，让老爹爹您自己冲锋陷阵吧。好孩子，懂事了。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。我总不能靠您一辈子吧，不如就趁这次
您带我出去历练历练。好，就跟爹一起去。爹，等等。要贴身携带，万万不得马虎，承载着你我父女的身家性命。记住，镖不离人，剑不离身。卢大人，官员们，吉时已到，我们准备启程了。行动不要太慢，队伍的人数貌似不对呀。回总镖头，你镖头不知怎么的，从昨天晚上开始上吐下泻，估计是折腾的起不来床了。哎呀，咱们选的人都是按生辰八字，队伍人数都有一定之规，现在人数不够了，那咱的阵法可就破了。这可怎么是好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说老院长，你们出镖怎么不带上我呀？啊？莫可风，你怎么发疯不分时候啊？哎，娘子，我并非发疯，我今天出现是你们的福气。气你个头！我砍了你的头！哎，娘子，你听我说完。其实我的八字是能合上的，老岳父。你看看，子丑寅卯，哎呀，看这八字可是十分的合适啊！哦，哎，十分不合适，爹，他却指挥天乱。你看，莫可风，哎，娘子，人家黄员外都说我能去，对吧，黄员外？啊，对。好了，投标大会不许胡闹，得罪了祖师爷，砸你们饭碗。七兄，事不宜迟，赶路要紧，不如让他一同前往。啊！好，就听卢大人的。不，玄儿，组织人马，出镖。出镖。关系真好，胡妹妹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经常来。真的吗？你闻这花好香啊！嗯，那边啊，估计还有比这更漂亮的花。六千哥，喝水吧。啊，我不喝。你喝嘛。谢谢。来来来来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有劳了，坐坐坐坐坐，我这就去沏壶热茶啊。好，好，好。这银针的颜色没有变黑，就说明此水不得，可以饮用。哼，去。走走走走走啊！姓刘的，你的马跑远了，快追呀、啊！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呀！哎呀，都跑远了，你小子欠收拾！快快快快快快追吧！洛轩哥，哎，哎，你烦死了！娘子，你吃一个。莫可风，你这是要干嘛？娘子，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，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谁是好人啊？
好人会把别人的马劈惊走，好人会拿石头打别人，好人会在人家比武的时候耍赖皮吗？莫可风，你可真是厚颜无耻。娘子，你就陪我聊会儿吧。你陪我聊会儿嘛。不要脸。哎，弟兄们，打起精神来，翻过这座山，咱们再歇脚，好吧？都跟上。那边呢？乖乖的把货给我放下，若不然，别怪大爷我要了你们的命。一步，看这帮人手脚很轻，一定不是什么硬手，容我把他们打发了。弟兄们，走！大哥，他们按计划住进了客栈，就等晚上咱们动手了。咱们的眼线都安排好了。放心吧，大哥，现在安排妥当了。弟兄们，今天一路奔波辛苦了，晚上多吃点，早点休息啊！义父，你也快吃。好，你吃吃。你自己吃。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乐轩哥，你吃鱼。哎，谢谢妹妹。妹妹，来，你也吃。谢谢乐轩哥，来块大的。你多吃啊。你说这么多，我给你买上，买上。我自己吃。雅间多好，在那吃吧，吃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不错，小兄弟，谁呀、啊、你？怎么不认识？你这年龄不大，忘性可不小。哎，你这就有点不地道了吧？我在赌场帮了你的忙，你反而顺走了我的东西。我问你，我的玉佩呢？哟，大哥是您的，您看，您为了一块破玉，你至于追到这儿来吗？那个，大哥，您这块玉佩呀、啊，让我孝敬我的老丈母娘了。哎，你放心，你等我走镖回来。我一定原物奉还，如有一点损失，我赔你10两。哎，不，20两。大哥，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？您尽管吩咐啊，小弟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说，你还真大方。罢了，我来此本是游山玩水。却不曾想遇见你这么个赖头猢狲。哼，不过看在你们镖局老泰山的份上，我姑且信你一次。既如此，那你就好好保重，记住一定要完好的回来。
哎，醒！哎，别睡。谁？可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去茅房，看到了一个黑影，我就追过来了。表示被迷晕了，去打点水，把他们救醒。要想办法让他们从此过路，看来只能实行第二种方案。这次你有没有把握？放心，这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。如果你帮我，金银财宝自然少不了你；倘若你帮他，这儿也会有你的位置。知道这镇远镖局是谁的吗？是莫家的。咱们老爷以前和这位莫老爷是结拜兄弟，后来不知怎么莫镖头啊就死在外面了。哎，老爷可吩咐来着，全府上下谁都不准提。弟兄们，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出镖。是，出发。玉殿，为什么停下？这里就是无锡以北十里的绝命崖，这是我们此行的必经之地。你们看，这两条路，这边宽敞一点的是早年间的官道，现在看来也是年久失修了。这条小路叫西官道。早年间不少走镖的人都选择此路，虽是捷径，但有些困险。哎，这西官道这名字好听啊！哎，咱不如就走这条道吧。慢，不是我说，秦大总镖头，您不会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吧？啊？
哎呀，要我说，这有命的人呢，该死死不了；这没命的人啊，想活活不成哦。穆可风，你再胡说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红儿，爹，你为什么一直袒护他？他这样子，指不定坏我们多少事呢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原地休息，别卸了架子。可风啊，你不是一直问我你父亲的事吗？以前一直说你年少，不想那么早告诉我。其实我自己也一直不敢面对。行行，咦咦，师兄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师弟啊，你看啊，这边是太平道，道路平坦但有些绕远，那边是西关道，路途要比太平道近了不少，道路凶险，常有强盗出没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走太平道吧。哎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小心呢？放着近路不走，偏偏绕远。我当时年少轻狂，听不进师兄的劝阻，执意要走此路。可是没想到，就是因为我的任性，结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土匪。哎，师兄，你看那边。哎呦！啊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土匪已经早早的埋伏在路上。土匪人数众多，而且武功高强。一番血战下来，其他镖师死伤大半，只剩下我和石修远还能扶不住人，我更是身负重伤，甚是危险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看好他，走，师兄，走啊！我不能，师弟，镖行天下，善始善终，走。我走了，但是可风他爹为了给我争取时间，还拼死拖住贼人。娘，娘，娘！就再也没回来。这人的命天注定，谁让我爹做了这行呢？行了，七叔，咱别磨磨唧唧的，咱再不走，连锅都让你端了。走吧。义父且慢，由此可见，我们还是走官道比较稳妥一些。我们宁可多绕几十里路，也要确保平安顺的。嗯，七叔，我刚才第一次听你说我爹的事，我想去我爹原先走过的路去看一看。可否？西关道地势险恶，路面又坑坑洼洼，还是走关道吧。出发，走关道。哎呀，我的亲爹呀，这好不容易走过你原先走过的路，想去看一看，这就看不了啊。哎呀，你说咱爷俩这命啊。须记是时，险即是安，很多人料定我们不会走西关道，今天我们索性反其道而行之，出发西关道。义父慎重啊。嗯，走。注意警戒。
师兄，你说走这条路真的没事吗？放心吧，师妹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，你就是安全。哎呀，这都走了一天了，连口水都没得喝呀，渴哟。弟兄们，在此歇息片刻。你好，几位客官，一路辛苦，喝茶。方圆锦市里就这一家茶棚，过了这儿还要走好远才有店呢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人们，来，走，来走，喝茶了，走啊，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客官，今天没想到来这么多人，我再打点水去，马上就好。稍等，快点，快点，马上就好，您稍等啊。义父且慢。嗯，可以喝。小二，我说你快点。这都可一天了，你磨磨唧唧的。快点快点啊，兄弟们都可一天了，快点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客官您慢用啊。来，您慢用啊。慢用慢用，招呼兄弟啊！哎，好好好。小二，哎，有粮的没有？粮水没有，在前方不远处啊，有个山泉，要不你去那儿看看？确实有点昏啊。哎，慢同学们，要不然我去给你打。哎，不用，你去我还不放心呢。弟弟，我自个儿去了。等等我，别跟着我。离我远点，别跟着我。我就跟着你。哼！哎，水温，好，那边的朋友，识相的话，把这货留下，我图财，你平安。咱们两来无事。大当家的辛苦，镇远镖局秦振威有礼了。小号地处偏僻，未能与贵地的英雄们结交，实在是失敬。富贵已备好，请笑纳，还望大当家的高抬贵手，行个方便。就这点破玩意儿就想把我给打发了？没门！山不转水转，两座山遇不到，两个人迟早有见面之事。今天我老秦拖个大，三车货，大当家任选一车，算是请弟兄们喝酒。秦某日后定当重谢。秦老头，今天这盘子老子是吃定了。放下镖车，把你手里的暗镖硬货留下，你回家养老去。诸位如此不讲道义，好，咱爷们儿就手底下见真章吧。
大哥，追不追？驾驾！别追了，走。是，走。走。驾！坚持住啊，万总。驾！啊！大哥，全都是假镖，咱被耍了。那镖物一定在别处。像老头这个脑筋急坏了，我去宰了他。不能杀，他一定知道镖在哪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把那老东西带走。是。驾驾，跟紧了。小二，我这有些银子，麻烦你帮我找最好大夫过来。好了，客官，你放心吧。满东，怎么样了？满东，满东，你省着点，我先帮你拔出来啊。阿童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是毒箭，阿童，你认真点，我先把毒给你吸出来。我好心救你，你怎么还打我呀？可风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怎么能趁人之危？我好心救你。你还不是好人心呢你啊你。满童，你还装死是吗你啊你是不是装死满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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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二怎么还不回来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
这大夫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这样，我先把毒给逼出来，要不然毒剂攻心就坏了，你忍着点。这麒麟胆怎么会在他这儿？老东西啊，麒麟胆到底在哪儿？说不出。你说我弄死你！说不出，说，麒麟胆到底在哪儿？雪，雪，阿东，醒了。生活还疼吗？我的伤，你的嘴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嘴没事，只要你别以为我是占你便宜就行。阿东，你哭什么呀？爹爹，你不知道弟弟现在怎么样了？罗轩哥他们都怎么样了？哪有你这样的镖师啊？强盗来了，谁也不管，就只管自己跑。不是，当时情况太危急，你又受了伤，秦叔就让我把你送回来了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想办法把秦叔救回来，好不好？说不住，你金爷，老弟辛苦，怎么样，东西到手了？还没有我莫可风拿不到的东西。嗯，我老弟果然是身手不凡呐！把东西拿来。哎，这麒麟胆我帮你拿到，您答应的事儿就在这些。我金天豹向来说话算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重赏。还有一事想。先把我的情书给放。莫可风，你这么做，你怎么对得起你爹呀？好，三儿，放人。是。放人。义父，我来救你，给我上！呀，嘿，啊！啊！呀！呀！啊！呀！
关进来。走吧，叔，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走吧。叔，叔，叔，没事吧？坐下来，不行，咱歇会儿再走吧。啊，义父，义父，义父，坐下来。义父，你怎么样了？孩儿来迟了。贤儿，来得好啊！我说姓刘的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哎，我还用不着你，我一个人就把秦叔给救了。秦叔，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知道我错，但我知错能改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这不大家都没事吗？那这麒麟胆也没丢，这婉童也让我安排好了。你这个叛徒，没有你的话，义父怎会伤得如此严重？赶紧把麒麟胆给我交出来！我说姓刘，要不是你成天喊着娶我媳妇，我能投靠那个金银天霸吗？少废话，那些贼人同伙早已被我杀死，今天我就要收拾你。义父，我现在就为你清理门户。玄儿，可风啊，哎，接镖之事就此作罢，把麒麟丹还回来。从今以后，你好自为之。说。那，你给我拿来吧。哎，我说姓刘的，这麒麟胆交给谁也不交给你、啊、你给我交出来。站住！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那，站住！哎哎，别伤了我叔啊！他受伤了。叔，我知道我错，您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一次那个镖师？你想做镖师什么？好啊，你赶紧把麒麟胆交给我。义父现在伤得如此严重，我呢武艺比你高强，你赶紧把麒麟胆交给我，麒麟胆才能更安全。这麒麟胆要是交，我也交给我秦叔。哥夫，跟我起来。那晚在客栈，你潜入了我房间，就是为了麒麟胆啊！不，义父，你说什么呢？当时你的身心无法，我已经有所怀疑，但我不愿相信，你被自己老眼昏花。再加上你对麒麟丹如此迫切，义父，你胡说什么呀？绝无此事啊！你一定是吃了刚才那贼人的蒙汗药，还没有清醒过来。义父，没有的事啊！相信我，义父。义父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亏我如此待你，也枉费了婉童如此信任。义父，义父，孩儿有苦衷啊，都是别人逼我的，我迫不得已啊。义父，还敢狡辩？你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镇元镖局岂能容你？义父，义父，都是那贼人鲁智信把握了孩儿的把柄，这才无奈去劫的镖呀。孩儿所做的一切，全都是为了咱们镖局着想。
义父，义父已经原谅海儿这一次吧，义父啊！起来！行了行了，姓刘的，我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说吧，你和那个卢知县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你还想独占镖局，霸占碗铜啊？义父，带着东西先走。啊，说，我还没给你解释清楚呢。有话即是无话。看好麒麟丹，照顾好童儿，就是替秦叔分忧了。您现在伤成这样，再说他……今天我就要清理门户。快走。哎，叔，照顾好自己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休走！叔，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哈哈哈哈！既然你无情，休怪我无义了。事到如今，还说什么情和义？你说得出口？来吧，拿出你的本事。慢走，原来是那姓刘的吃里扒外不是东西，他想慢走，慢走，马轩，小子，杀马欺负，还胆敢回来？你说什么？秦叔他死了，姓刘的，你未免也太狠毒了吧！我狠毒，真正狠毒的人是你，都是你串通了贼人，秦魔宝物杀我义父，现在还敢贼喊捉贼？放屁！秦魔的，爹爹如此待你，竟然忘恩负义、丧尽天良，能干出这样狠毒的事情！马头，你千万别听这个姓刘的胡说八道。秦叔让我保护麒麟胆，先让我走。闭嘴！你先告诉我，麒麟胆是不是你从我这里拿走的？是我拿的，我是无意间才发现的。我拿麒麟胆也是为了救秦叔。连秦叔不如，你还狡辩！你与那贼人的勾结，我全都看在眼里。你休想抵赖！马东，我若真是那贼人，那我为什么回来找你？秦叔就是为了不让他得到麒麟胆，为了让我先回来，所以才被他害了。我回来是为了救你啊，是保护麒麟胆。麒麟胆在这儿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人是个大坏蛋呢，你别被他的外表骗了。解释个屁呀！赶紧把宝物还回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秦曼，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不得随意杀的。喂，我可不是轻易杀人，今天就要替父报仇，拿命来！你别走！
别再追了。什么呀？快去！行。下。多谢相救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坐坐，坐下说。在下凌厉，实不相瞒，是刑部稽查使。这次来主要是查办卢景达，就是卢池县贩卖私盐一事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镇远镖局中也有人利用走镖参与其中。我一路追查到了这里，却不想就卷入劫镖夺宝之事。我说你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，原来你这么大官啊！小兄弟，这件事要不是你时不时的出来搅局，这些人和事儿也不会这么快的浮出水面。这件事你也有功劳。不过这卢景达操控贩卖私盐一事，还缺乏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，我想一定是藏在非常隐秘之处。如果我们想将他一网打尽，就必须寻找一个最为合适的契机。大人，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也为我死去的亲叔报仇伸冤。说来听听。义父老爷。义父啊，你太冤了。义父啊，想不到那个姓莫的小贼他是如此歹毒，要是让我抓到他，我红儿全无心机。身体有紧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追回宝物，仇人小贼替义父报仇。卢大人，卢大人，大人小心，跪下跪下。啊，青族，青族镖头，青族镖头。简直是废物！事情办成这样，你说该怎么办？陆大人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这隔墙有耳啊！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突发的呀，我也没有想到义父他居然……哎，刘镖头这些年着实为咱们出了很多力，何况他是咱们还要依靠刘镖头来解决。是啊。只要找到他，不信拿不到东西。还请大人通缉此贼，我镇远镖局也一定会鼎力查找，给大人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莫可风私通贼寇，劫走宝物，本官定要主持公道，维护法纪。杀了莫可风，早就看他不是好人。这一发，实定抓住他。
大人，刘镖头这些年着实为咱们出了很多力，还请大人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起初就是为了不让他得到麒麟丹，为了让我先回来，所以才被他害了。谁？我。你这个禽兽，还我弟弟命来！为何不躲？我不能躲。万刀，其实我想告诉你，镇眼镖局的镖我从来没见过。麒麟丹就在这儿。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刘洛轩就是凶手，打你心底里就认为我是真凶，对吧？认为我是内奸，我是坏人。这麒麟丹是秦叔拼了命才捞不下来的，我现在把它交给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把它交给邢良。你个疯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让秦叔死得不明不白，含恨九泉不能瞑目。你若是想为秦叔报仇的话，若是你还相信我一分的话，明天正午你到北峰山松竹岩来，到时候真相自会大白。进来。大人，有人送来一封信，一定要大人您亲启。哦，你姥姥的卢景达，你面上装的跟个好官似的啊，背地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别以为没人知道。你不是就想要麒麟丹吗？小爷我就和你做笔买卖，明日正午你一个人带100两黄金到北峰山松竹岩，记住，不准带别的人过来，否则啊，小爷我保证，你这辈子再见不到麒麟丹，你也别想过好日子。可风，给你吃梨。甜吗？甜。站住！本官刘云一人前来相会，还算是讲诚信吧。废话少说，金子带了吗？你看，真金白银，也让本官把东西看一下。小子，把金子交出来，要不然别怪我要你的小命。啊！你敢骗我！真的麒麟丹在这儿。卢大人，别相信他，这小子最善于使诈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那咱们就赌一赌。嗯？不，哎，不，站住！不不不不不！本官信你就是。陆少侠，可能是误会了，罗轩来此不是本官的意思，定是他尾随本官至此。手下保怪，有话好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本官尽量满足你。
我不扔也可以，你等退后十步。好，敢耍花样，我就杀了你。姓刘的，你吃了一把七十年，我秦叔再添有脸。今天他的牌位在这儿，跪下，磕头认罪。你小子满口胡言乱语，最应该给义父跪的人就是你。刘总苗头，你为义父一跪，这有何难？眼下你先帮我得到麒麟丹，回头我定会帮你坐稳镇远镖局总镖头的宝座，何必现在与他争这一口气呢？还不跪下！还有你老头，这幕后的主使者就是你吧？你也跪下，磕头认罪。老头，我告诉你，小爷我早就不把这小命放在心上，大不了咱来个黄狗进鸡窝，鸡飞蛋打一拍两。别激动。好，好。秦总镖头在上，害你性命，绝非本官的意思，都是你的义子一人所为。秦总镖头在上，本官给你叩首了。瞧你个卢景的，你求我的时候怎么不是这副嘴脸？哼，都是你烂赌欠下巨债，本官替你解围，你替本官走了几趟连货还债，岂不天经地义？简直笑话！我那些债早已抵清，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苦苦相逼，我怎么会去接镖？我怎么可能失手杀死我的义父呢？一派胡言，信口雌黄。好好好，精彩，狗咬狗，哈哈哈哈。婉彤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姓刘的，还我性命来！我老孙。事已至此，这二人是万万留不得。都是你们逼我的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哎，刘老师，杀了他！哎，小心！婉彤，对，杀杀杀！哥，可不。可风，你醒醒！可风，你醒醒！可风，路上莫回头，待不住了！你醒醒！住手！
可风，你醒醒！卢景达，你与刘洛轩暗中合谋，利用走镖犯送私盐，本即又企图劫持这重宝麒麟胆，你可知罪？你向亲政亲廉，何罪之有？带上来。大人，混账！账本在此，还有何话讲？带走！可风，你醒醒啊！替秦叔报仇了，今后找个好人，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先走了。不要，不要，可风，可风，可风，你不能死，你醒醒，你这个大混蛋，你不能死。可风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，我谁也不嫁，我谁也不嫁，我只嫁你，你醒过来。可风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哪那么容易死，我还等着娶你呢，啊？这次镇远镖局为老夫护送麒麟胆，一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将此宝送到，特送此匾以表谢意。